你有完没完啊？我看你是女人才不和你计较，再纠缠的话休怪我翻脸了。本王说过，一旦恢复实力，第一个便要将你碎尸万段。大姐，哎，您就饶了我吧，我们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啊，我肯定不会对别人说的。做梦。米杜莎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你再来的话那也休怪我不讲情面了。啊，没有，闺蜜走。每当在夜深人静找不到你，你又在哪里？捧你的心口不定时刻提醒前方世界今夜，我收回你的把戏，我已经看穿你的阴谋诡计，其实也不再怀疑，可是我忍不住好奇。真的逃不出，真的逃不出，我逃不出。